早晨，歡迎收睇《加爾現場》。今朝早嘉賓主持係郭 Sir， 郭 Sir 早晨啊！早晨。咁啊，琴日個港股升咗200点樓上啦，咁啊今日跌翻一半嚇，跌翻100零点，咁啊去到今年高位咧，似乎有啲阻力喎。咁啊，等陣我哋詳細分析下啦。咁啊，到底有冇機會咧上翻去今年一月頭嗰個高位啦？嗱，而家先望望咧恆生指數咧最新嘅即係開始初段嘅表現啦。咁啊，而家咧回咗123点，去到23167点，總成交有94亿几噶。最活躍港股的最新情況，中國移動回了1%，跌了0.8。上個月的博彩收益不理想，拖累隻銀河娛樂和金沙中國的表現，銀娛現在跌了1元，金沙中國跌了0.3。建行回了2仙，騰訊都是回了1.4。中石反而是逆市場找到，升到2仙，工行跌了2仙，中國海外回了3.8，4毫子，跌幅超過2%。中行跌了2仙，盈富基金跌了1毫子。港股昨日就升到去5个多月以來的高位，今早就是低開6点，之後的跌幅是擴大的，曾經跌了136点，今早暫時低位23154点。郭 Sir 就本來好消息就是即係有內地方面啦，製造業好咗啦，又就憧憬嘅定向寬鬆啦。但係咧就來自香港嘅壞消息咧，就個零售市道差嘛，係咪有少少影響咗個投資氣氛咧？我覺得咧就影響好輕微嘅，咁啊對零售相關嘅板塊咧可能有少少影響，但係而家大家咧都係睇緊一啲大嘅氣候㗎，宏觀啲嘅，冇錯啦，宏觀啲嘅，所以我覺得咧成個市咧。即係佢所講嘅叫逐沉頂形態咧，我諗暫時嚟講唔會因為零售相關嘅轉差咧而受到比較大嘅影響。我哋睇睇個指數先啦嚇，嗱成個走勢啦，由今年開始到而家為止咧，23000。